你还撑得了吗？我没事，抓紧时间。师姐都好了，大鹏肺有损，自家车侧翻，左腿被金属穿透。等你好了，他就来找你了。你先要把腿上的东西给取了，等取完之后，你可以想玩想跑想怎么样都行。让一下。那个人是不是快死了？死到底是什么？死就是去了别的地方继续活着。哪里呀？在别人的心里。哦。手术室去。你还撑得了吗？我没事。休息一下吧。嗯。如果转世时能忘了带走那件外套，隔着玻璃问你还有你的气息，能不能别让梦清醒？找不到自己，剧本虚设几个场景，对白隐藏着怎样的心理，空洞的阶梯是孤独的道具。没事了啊，能不能别让爱逃离？谢谢。留下真心带我出席，为何不在意情节跌到几个高地，等着月光把真心都照明，黎明是不是最后的结局？黎明是不是最后的结局？这世界很酷。